到吧？是有点意外。有人追来了。开快点！我开车，他们追不到的。这种硬绷绷的男人，你可不要忘了，今天晚上我在格兰酒店等你。请问你认识长谷张喜吗？他是我父亲啊。我想见见他。哦，他到泰国去了。令尊平时喜欢赌钱吗？他从来不赌钱的。他有没有做房地产的生意？除了经营这家酒吧，没有做过其他买卖。谢谢你。除了我师父，没有人赢得了我的。你师父是谁？长谷一郎。你能找得到他吗？听说他到泰国去了。泰国去了？静虎，明天晚上那场豪赌关系重大，你要保护山城先生。是。任务完成了，我会按照规矩给你一成奖金。谢谢。清水先生，我需不需要一块去？不必了。你们两位可以早点回去休息了。啊，是。他妈的！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别忘了，我们在打赌，没有耐性怎么赢呢？请你不要再折磨我了。现在我认输了，我爱你。我不想利用爱情来欺骗你。欺骗？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忙。你想替你父亲报仇？我只要你告诉我，我父亲死的实际情形。我也只知道一点儿，山本尊严想收买你父亲纪机馆的地产，所以他就叫九指一郎去进行。九指一郎是什么人？他是个摇骰子的能手，是个老千。我父亲不会跟老千做朋友的。我只知道人是从楼上跳下去的，其他我就不大清楚了。以后别到珍珠俱乐部去了，山本请了职业杀手来对付你。哦，那个人是谁？叫吉田良平，是个有名的飞刀手。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大概是40多岁，左边的耳朵少了一块，
听说是跟人家打架被刀砍伤的。那一定是个很凶狠的家伙。请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去了。你父亲输的钱我来想办法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爱你。爱上像我这样的人很危险。我不怕的。大哥，坐在我车里干什么？又出了点麻烦事情，非大哥你亲自出马不可。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那边。你也不用东指西指了，骗我到这儿来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哼，你倒是个明白人，今天我要跟你彻底解决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要跟你算总账。出来吧。怎么，你早就预备好了？就这么几个姓金的？清水公司本来是我一个人的天下，就凭你一个中国人想抢我们日本人的饭碗，哼，对不起，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。用不着那么高兴，说不定是谁的死期到了。来吧。打打打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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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这小懒虫还没起来，你在哪里？不是在你的心里吗？我要为你做一件事情。真的？今天晚上的豪赌，买筹码的巨款山本都交给我来保管，我把它偷出来算是替你父亲报仇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你这样做太危险了。我愿意为你冒险，晚上9:03到蓝山火车站等我，搭10点的快车去横滨，然后我们坐船离开日本。再见了。喂喂喂，哎喂。早。早。我又有事情找你帮忙了。你真是太客气了，只要我能够办得到，全没问题的。今天晚上你跟我一块到火车站去接个女人好吗？要我去有什么作用？我要接她来藏在你的房间里。要是老板娘知道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她今晚不会待在旅馆，不过你要保守秘密。好，那我就答应你。这里没有可疑的人。车票买好了吗？俱乐部情形怎么样？大家都赌昏了头，没有人注意到。一共有多少？7亿，我心里头真是慌得不得了。